头。哎，流氓。你看他有只小手绢。你是猪啊！我是猪猪。嗯。我是猪猪。嗯。特别喜欢在你开台时睡觉。你个猪啊！不不不不不不继续。我忘记开切题。北角十六，嘿，哦，大家好，昨天搬家完成，是不是？我自己盖了一栋城堡，屌不？哎，太厉害了！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往新的区域探探了。这是什么？随机宝箱，一个宝箱刚刚出现，29分，我管它去死。游戏也是蛮随机的。谢谢线虫啊，感谢。刚开台就想大便。好，谢谢大便。不是说你想大便，不是说你是大便，而是说你想大便，好不好？啊！你怎么在我家？白痴骷髅战士。好的，今天就是刚问八毛跟油条，好像有想玩的样子，等一下说不定会跟他们连线。吧，我卡特基我哭了。然后我昨天自己做了新的钢刃铁弓，强刃铁弓铁镐跟铁制开采砖，啊，超难念。好，今天就加油吧。那现在非常需要这个线虫，跟刚订阅的一样，我要拿这些线，我装备都要靠这个做了。啊啊啊！哎、啊，干、欸，这关没有那个地图。H Tentacle， 感谢。给我更多线。为什么我的中文一直跳出来？这样就好了。
线。哎呀，新的弓就是好用啊 ！Tequila Kula 啊，还有冰玫瑰，免费喏玫瑰。现在看都看到了，把它拆下来了。毛，哇！下面有一个幽暗深谷。我刚刚不是有看到一个那个吗？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？传送门在这个附近。感谢木像，感谢。现在想要先拼个26等换16等换装备了，穿烂屌装。我都已经14了，我还要穿5等的衣服哎、欸，现在我被怪打到就要死了，还好武器上来了，就没差。这是什么？费利克斯的力量配方有个几差小，完全不知道是三角。神树种子、丝绸种子怎么看起来像小鸡鸡啊？干有超恐怖石像，妈的！谢谢乌噗噗，感谢超恐怖石像变小石像了。哎，没有哎，超恐怖石像变成一般石像，怎样啦？神经病是不是？啊！哎呀！哎呀，我真猛！这一个民宅 ，Hello， 这看起来像是我盖的哦。你为什么可以住在里面？哎，对不起啊！咦，就这里面没人呢，倒是有个火炉啦，真神奇。刚刚不是有看到一个建筑物吗？就是那个神魔之塔，那里好像下面有一个那个的样子，有一个传送门。空的。有行走的声音啊！贱人，好好家在，有个宝箱而已。红色水晶方块配方，红色水晶方块三角。好，垃圾，我开始打垃圾了。头方块，蛋，好，就在这里耶，在这里的正下方。可是也不对啊，这边又不能往下。妈的，这里不能往下，我怎么办？那些 Y83030302， 切。哇，这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祭坛，也有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
这一定在我正下方，然后我要找个穴进去。这附近一定有个什么穴可以让我进去的。这个房子是我出来的房子，就不在这里。那蓝宝石粉末 ，Andy 145333，感谢，快了快了，我看你的 ID 就觉得你快交到女朋友了，交交。我刚才给我哭了。哇啊！躲在那个树后面，自以为。那边又有一个民宅，还有另外一个神魔之塔。妈的啊！我到底要去哪边找到我的那个房子啊？这也是我家啊！我家真美。啊！我家。难道我一路向下挖吗？嗯？哎呦，干烫哦！哎呦，看到那边了，那边有一扇门，妈的！明明那边就一扇门。由此可知，另外一扇门就在我刚刚一直找不到的地方，还会连到这边来。这个是什么？幽灵爪。干，这边看起来太幽灵了吧？咚咚咚，在这个方向哎，就到我上面。事不宜迟，上！干！嘿，哎。这个是，看一个垃圾小穴，无所谓，没什么意义。有一个人会不会干干的？什么干干的？我有开冷气，我不怕。难道那种宝石啊？在这个位置吗？咦？
道又在下面，好像是在下面耶，在这个位置的正下方，热血开挖。ドリル、ハリケーン。哎呦，大家好！啊啊，死掉了！热血开挖！干！谢谢大家，看来没有办法使用热血开挖法。我一定要找个什么地方下去之类的，啊，扣钱呢？哎哎哎，干！我收到什么东西啊？小兵手里，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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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干，电死！干你老师！干，我不知道射到什么东西，还要挂了。橄榄球配方三小，这是一个治愈卷轴，哈，看治愈卷轴消耗品嘞、欸。遗迹石方块、丝绸种子，种子不要了。灯，为什么手上还有个灯？嘿、hey, ，我看一下这一关是怎样。好，只有一个连接点，一定就在刚刚那个遗迹里面。我一定要想骂进去那个遗迹，就是这里了。感觉到了，遗迹入口。妈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了，热血开挖。嗯，哎呦，我到了另外一个穴，是有、哦。错了错了，在这里。开挖。又搁是恁白兰地，干！好，好，跑！啊，先把妈能弄死几个，能弄死几个，跑！跑跑跑，向前跑！跑跑跑跑跑，向前跑！啊！救命哦！我射死一个贱人了，跟白痴木乃伊而已了。干！白痴木乃伊快把我打死了！白痴木乃伊！你是白痴啊！啊，看看看看看，耶、yeah, ，又是一尾活龙，几尾活龙？看，
几米瓦龙冻未掉啊，好像喝个什么看起来像水的东西。有了，就你了。ヒガドリルブレーカーオダラオダラララララララ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这游戏不能游泳、欸、好了，我成功操翻那群废物了。那、啊、我现在怎么办？我好像钻到了一个好像蛮神奇的密室哎、欸，这边有没有门啊？有哎、欸。养鸡鸭来度跑鸭，真的是跑鸭。哎、欸，它设定上位置就在这里啊。是我错觉吗？也太硬了吧！我有治愈卷轴哎，好没什么用。看一下有没有要进来的。油条好嘞，我可以要油条了。我看油条，油，我没有看到油条，哎、欸，有看到了。邀请加入游戏，加入游戏池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看到邀请加入游戏、欸。一定就在这个遗迹里面。我先在这个遗迹里面好好探探一下好了。看能不能去下一区了。哦，见面三秒即电你。好，他说我现在在离线模式，那我先开启这个门再说。哇，我们找到这个门的可能性位置了。我要先把这个门开了。哦，悠悠。电器恐怖魔杖，哎、欸，所以这边就在这里而已哦、喔欸。我到了、欸，这个区域就长这样而已。哦，原来这边有一个穴要跳进来啦。拿入后头，不过跟我没关系，我要出发了，不理你。妈的，哪里？幽暗密穴，哦，那木乃伊，呀。啊，三小，这边就这样，烂穴一条。暴击啊！暴啊！暴啊！妈的，不暴击，吓死我了。帮他插个火把。
哎、欸，看到门了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他要什么恐怖魔杖、欸，哎，那恐怖魔杖是要自己去做给他，是不是？出来啊，小子！别浪费大家时间啊！哎、欸，我那个坏了，又好了，耶！嗨呀，有血啊！干，可是我的黄色传送门之石碎片不足，妈的逼！哈哈，太难过了吧！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血了，有黄松传送门之石不足，操你妈！好吧，既然都不足了，我只好回去上面打几只怪。可是这边掉的好像都是绿的、欸，我要黄的，我要回去找起一点的地方打。妈的！我要先来做个路标，好让我之后可以比较方便的过来。哎呦，做的真的很有一回血感。谢谢 T83031475829。ID 也太长，嗯，啊，我到底是从哪边过来的？我家在哪？我知道了，就是你了，我的地标。有了，地标之力。我看看我家在哪里，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地标在哪。哇，那边还有一个大巨蛋欸，哇塞，这地图好酷。哎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突然扣了一堆血又补满？真巧，垃圾游戏。谢谢 Neapolitan 5534，感谢我的地标呢。哇，好显眼哦，耶、yeah ！转过头一看，看到自己的地标，其实蛮好笑的。都不喷那个黄的水片、欸，快呀、啊！我要找油条进来啦！不要再混了，我要给。看绿的北七，这個、再不喷黄的，我就要去前面的关卡打了。妈的，又是绿的北七。好了，我要前面的关卡。哎呀！黑樱桃枣，我本来要当家哎、欸，可是那边真的太恶心了，绿绿的又都是蘑菇，黑黑暗暗的。你看，我一开始还把左边这边都清出来了，想说准备来那个，准备来当我的家，结果现在被大龟头占据了。龟头哥感觉超强的，哎呦，干！干，龟头哥也是掉绿的，不行，我再去更前面，这里好了。
这边总会给我黄的了吧 ？Hello， 而且我还需要弄一点那个什么树翼的。我树翼我能拆的我都拆掉了，就是。给我松香啊！我还要那个果实啊，松香尬果实，蹦出新滋味。那拢射袂到，无怪 Overwatch 拢拍无，咖喱老师。Take your cool out， 有了吧？这样总可以了吧？看一下三个干，我还差多少？还差15个哎、欸，烦死了。哎，砍个树！砰砰砰砰砰砰！把一些垃圾丢了。木头，木头，哇，木头一大堆，木头啊，一个只能用50个哎。好挡路啊！谢谢 cross 27677，感谢大哥啊！我什么时候才有那个？才有那个？那个传送碎片？什么时候才可以让油条加入？妈的逼！油条说：“我带黄的给你，好哦。”就这样决定了。油条要送我，我要回家了。妈的！哎哎哎！玩都没有地方去。喂，对，哎，哎，毛皮，我先跳出去开好了。你还有缺什么吗？我什么都缺啊，我缺毛皮，还有金矿。毛皮是？那还是我先开，你先来我这边。好啊，要什么先拿一下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我按加入。原来这游戏最大四人。对啊，最大四人啊。也麦克利哦，干！我也缺钱，有500万。你要500万能干嘛？什么都能干啊！妈的，去林森北路也可以啊。哇，你家怎么这么空旷啊？哦，干，这不是家啊，是仓库哦。哎呀，召唤物星星哎。缺什么先拿，虽然也没很多都没有。哇，你有寻路哎、欸！你知道吗？给你啊！我不要。圣诞节才有的，真好哎、欸！哈罗德哦，你把哈罗德那边拿来盖东西。哎，卤蛋这边给你一个东西在地上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大屌弓哎、欸！可是我现在也不能装，我等级超低。没关系啊，先拿着。我拿起来了。22等黄金长弓，
哇，屌工哥哎！哇，你这边都有新的东西耶，杰哥哎！就这边的都，这边的都升到满了。那我帮先帮你破，帮你破进度啊。那我就什么都拿走了，给你远古牙齿。哎、嗯欸，我看一下我头是装什么？我看一下你有一些比较低等的装备，我就拿去用好了。对啊，那什么探路者头巾，我再拿去用。这边有要有这个箱子有狙击手全套，你应该现在等级超过了吧？那五等。看对啊，我现在不是用五等，热血沸腾！哦，你用德力猛哎、欸，我用我的猫跟你换。啊，都拿。还有免费的。屌干一只德里蒙出来，好笑。哇，真的是仓库哎，放了一堆垃圾。不是哦，就是这箱子都八毛放的，不是我放的。看八毛真放垃圾，也有点不够。我还有煤，哇，你有毛皮耶，我可以干毛皮吗？可以啊，都拿都拿，都我的了。你要铁吗？铁哦，铁好、啊，我也拿一点好了。我现在身上有55个，我先给你。好啊。哎，谢谢 Angel 89669950，感谢。有吗？你有拿到吗？等一下、哦，55个铁矿。好、哦，有，加进来了。哇，你家什么怪东西都有。铁钛矿石是三角，钛矿石也太屌了。这是后期的。我越来越像阿卡了。把那个头盔拿掉好了，这样比较有阿卡的感觉。这边有13等的衣服哎、欸，你有需要吗？13等的衣服，我看啊，13等。哦，探路者外套，我刚刚有看到，还有毛皮也会干走。呀、yeah, ，越来越诡异了。哦，毛皮。好了，那我需要一个，我需要一些那个黄金什么东西的。你要什么金矿啊？你地图全开嘞！那扇叫什么东西？金矿？没有那个金矿吗？那个黄色的传送门碎片。嗯，等我一下啊！我做是谁打我？死掉了！你要不要？没口气，能。我需要超多的。要几个？9个够不够啊？当然不够啊！啊，没办法，身上只有9个。好，加减了，加减。啊，还有身上还有2个铁棒也给你。铁棒？嗯，啊，金棒也给你啊。好，金棒也好。金棒。嚯、哦，金棒。哦，啊，怎么都被我吸回来了？冲他笑。有伤都满了，可以了。在地上。哎呦，嚯，金棒，铁棒。啊好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这样子应该很 OK 了吧？还有，我哪里来旗帜？太好笑了。对你那个，你应该后面也会缺线嘛？棉花线，那个叫什么丝吧？来。对，这边丝很缺，丝很缺。我跳，我跳，跳！哎呦 ，K 笑哎！哎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蓝色智障，干你！
蓝色智障死去。哪里哪里？哦，干那边一整排，好恶心哦！哦，我快吐了！哦、中中好中满呐、啊！够了吧？给你踩，多踩多踩，干什么蝴蝶啊？恶心死了！啊，踩完。采完之后，种子记得帮我种回去啊！好，感谢你的合作。我是种花王哎、欸，看你自己是还有在玩这款游戏吗？没有啊，是之前就放着不理他了。哎呦，好慢哦我。啊，那时候在找的时候，应该有找你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吗？哇，那个时候你在群组了不是吗？那个时候就只有我跟八宝还有小玉啊，去赴一啊。然后六探，我说服六探很久，然后他终于进来玩，然后玩一个晚上之后说不行，这会沉迷，然后就不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毅力的家伙。真的耶。看你这些踩完，你大概就都不真的不会缺了吧？我就满等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又登？还不会满等啊，但是不会缺失啊。哦，应该是啊。我先帮你把它嘟回去。哦，干一堆种子，一堆种子。真的。中指有点耳哎、欸，很脏，有点像蛆哎、欸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插错了，抱歉。哎呀，插火把，生火把。恶心死！这看真超恶的、欸，看嘟出来了，算了算了。啊，代帮你采啊，代采工作室。看人太好了吧？哎、欸，那说说为什么是要种胡萝卜啊？哦，要做水，治疗药水要胡萝卜。对哦，而、欸、且那个什么什么树的种子也可以啊。啊，好多、哦，撸回去。哎，永续能源啊，好啊！怎么有一块长出来了？啊、你有在锄头吗？可以泡我挖这块吗、嗯？没有，刚不小心挖掉了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放就给它放着吧。就只能这样了。啊，区区啊！恶心！种个胡萝卜，我都种进去了。OK。挖个胡萝卜，帮你做个治疗药水。好、哦，我看一下我什么能做的。我现在身上又好满哦，妈的！哎，好多丝线啊，好方便、啊。你等下东西拿一拿，先拿回去你的世界放吧。嗯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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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把小的吃一吃好了。算了啦，小丢了，气死！当机立断。头应该也不用，有金棒。
亲手大礼包，干！我再领下去，我就直接全破了，玩都不用玩。不如你来帮我开传送门，可能还好一点。我需要多开几扇门。好了吗？那我要飞回去了。对啊，直接离开。那这游戏做不错啊，我创世小玩家还是类似玩法就好了。那你可以加入吗？我看。Hello。还要几等？十四。我要差还差几等才能够那个？三小，把这垃圾拿去丢了好了。我看到你加入了。空气要紧。嗯？怎么突然整个游戏没声音了？嗯？我游戏突然就没声音了。我还有，哼，太诡异了吧！升级嘞，哎、欸，没声音，怪怪的。我要重开，我看一下，你重开游戏吗？我看一下我声音怎样了。咦？怪怪的，我就重开游戏比较好。好。哪会无声？哪会无声？妈的，怎么会没有声音？找个 YouTube 来听听看。嗯，有啊。哇，整个游戏宕了，太屌了吧！那个无声，那个无声，有了有了，五声啊五声，好，你。我还没十，我刚像升到十五等的，等级还不到十六，不能做新装啊。等级药水精通，你现在知道什么颜色？黄色吗？还是绿色？黄的，黄的，黄的缺超多。幽灵长，黄的都已经用。我已经找到这关的位置了。哇，看我的地标就知道在哪里。那还真的是蛮明显的呢，干，干跟我们以前一样哎，就是盖一个超高的，真的有地标好办事。哎，大家思考逻辑都是一样的，真的。哇，下下摔下来不会，
你摔下来不会扣血？干，这什么烂更新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走错，不是这里。那一区只是一堆怪而已。干，而且以前武器没有等级限制哎、欸。啊，是哦。对啊，然后现在我的弓要三四等才能用，完全射不出威力。干输了，然后啊，那超难练，好痛。还好啦，我看一下，慢慢玩还可以接受。我升级要310,000的经验啊，我头很痛。后面应该会打一只才，打一只才多少？才几百而已，我记得。哎呀，人多就是好办事。走开啊！你是啊，妈的！嘟！那先往后推，怪比较多，比较好打那个经验值。桥人少。A456562652，耶！如果连线，它有些东西会变得比较不顺畅，有一点点累。嗯，有一点，应该是两人同步的关系吧？他八毛太久。问他八毛是？哎、欸，这边也可以当我家哎、欸，跟我家长得好像。根本就是一样啊！哎、欸，上面有怪在。少数要听。看一下这边，哦，这边接下来就接到那个嘞，接到王了，说。我要先把这一圈地图开，不然我们先去打王好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我这把弓会吸血啊，射一下吸150。干，好猛、喔！下面有大鸡巴、欸。那边？对对，就是智障。哦。哎呀，太方便了。干，解决一切。哎呀，扫场啊！射烂一切，跟在一个有练那个练等比较高的队友后面，就可以一直捡宝了，什么都不用管。干、欸，真的干，跟第三开车一样的道理。真的干，老司机。真的带你速冲70。等一下，我看我有罗盘，可是我插那个、欸、我插四个碎片。可是这边都掉绿的、欸欸，没有，这个要绿的，那就先用绿的好了，那就没差。在这个方向，好，这 ，go go go， 老司机出发，大家经验值共享，超方便的，真的，哈，看一下，还这里，这里，还很远。日粉自己加进来了，干跟屁虫，跟屁虫快死了，都你害的。哦，那里吧，那一间房子，哦，有大鸡巴也打一打，我求经验值。如果要绿的话，我就还有绿的，我也很多，我都没用到。跟屁虫走过来了，干，大家都玩弓箭手，没有创意的家伙。我、哦、还带一个大雕宠物哎、
过了，在这里，这个方向。噔噔噔，应该在这个附近。就在这里，日粉那个位置的正下方。干热血开挖，开挖！我吉嘎多利鲁。哎，为什么下不去？哎，我铁镐战神。呀呀！干怎么挖不下去？铁镐战神怎么卡掉？等一下。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加油，加油！进来了，刚好就在门前面。哇，开门喽！耶、老司机，呆呆我。等一下，我做那个，还是你放？你帮我放好了。哦，干，我16个啊，多到靠北。毒啊！龙血，龙血，我刚看成骚血。流金都给我哭嘞！龙血的意思是就是龙血啊，就是进去不小心就会被压死。真的，到了龙蛋，就等下他出来就直接射，就用龙蛋直接射他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龙蛋飞走了，有没有出来？哎，啊，就这样子免疫。我看这龙好可爱啊！要用龙蛋射他。欸、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好好好，我会我会。干日粉刷小干，好痛哦！看日粉在雷，快日粉，你表现收到了。干，马上吸好吸满，然后直接秒杀。干不行啊，没玩到啊！台神啦，赤龙者 ，Dragon Slayer。谢谢大家，出发吧！大拔啦！不是啊，是这样念吗？看起来就像大拔啦。我们抵达大拔啦嘞！妈的，我觉得应该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一起开一个新的，这样打可能还有趣一点。不然大家太强了。哎、欸，又到了这个地下城开局。八毛是不是好了？我看有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倒是老王发了几关照片，北齐，北齐，对，哪里有路啊？都有啊，这边都有，路也太乱了。这什么遗迹开局？坏了！嗯，我应该把这一轮破完之后，重新开一个大家一起玩的比较好。嗯，可以啊，就从头开始，不然真的是玩不到什么东西。干，他这个血走到底就什么都没有，垃圾游戏。啊！日本一个人是只是通到哪里去啦、啊？真的天眼通哎、欸！哇！天眼通，你直接跳下去射！奇怪，被打好痛哦！有什么毛病啊？奇怪，我的装是这样，坏人。啊！你直接被屌砍一刀哎、欸！